晚上的庙会呢，除了这些正统的演出，还看到这些灯光的展现、啊。对，哇，我真的觉得说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就像是我们今天知名的游乐园一样，最精彩就是晚上的灯光秀。Thank you.
给我们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有点可惜，但是明天还有一天，大家可以来参与莅临现场啊！是我们现场的朋友呢，也希望呢，透过你们手指，把我们脸书的直播小雨分享出去。再次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普通工厂。
们济公婆婆的服装非常的用心，很闪亮。对，就是 每一个热闹的各个庙宇啊，无论是在服装，接着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慈幼宫的顺风耳将军。
用给咱用咱旅游票，很雄性热，多嘛性感，雄性性感。所以说看这个脚步，这边刚刚的一些比较流速的就不一样了。真的，对，他把那个卡罗打回去，那种气势就不一样了。是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感谢嵩山慈幼宫的莅临，感谢你们。走。用场献的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所有的交班人员，感谢你们。